魂老爹感电玩。大家好，今天老爹一样先换个2000钞票，只剩42000赚，42000经费啦，只剩420000赚啦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么呢，这次哦，商店出了我很想要的礼包啊，各位观众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次出的礼包叫做阿修罗补充包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好，没问题，我们买12片阿修罗独角身的碎片，直接入手。再来，这个科技礼包，这个科技礼包我一点都不想买啊，我 SR 碎片多到爆炸啦。真的不买啊，我买金币啊，这个金币才是真的划算啊，现在经济不景气啊，老爹要省这点花啊，这个我们不买啊，买这干嘛，我又不是脑袋有问题啊。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哦，这个独角身哦，还差33片碎片就可以来到6星了。一样，今天哦，老爹哦，要来把这个独角身给抽到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老爹的战力已经来到了110万了，我已经降到最低了，这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低哦。好，第二个八卦，线路来到003，有没有看到？当前线路003线，没问题。再来，老爹就来大爆抽了，招募券。我们先来个100连抽，没问题。再来补给站，没问题。各位观众，今天哦，老弟一定要抽到我们的阿修罗独角仙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八卦，取消关注，我们只留我们要的，取消关注。取消关注，好了，没问题。老爹只留深海王、欧团，还有独角身、原子武士，我也不要。没问题，各位观众。再来最后一个八卦，补给站抽不到身心卡，我们就可以开抽了，各位观众。来，没问题，没有中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直接一发入魂我们的阿修罗独角身啊，耶，心中给我一张阿修罗独角。哎呀呀，你没感觉到我的杀气吗？救命啊，怎么满满的这个 N 星图啊，そんな殺気に気づかぬと思うか。道具言夸小，哎呀，超不爽的你啊，每天都抽到你啊，我们可是真正的地球人。好，再来。我们的数が増えすぎ。好，是我们的地底人。再来，中啦！各位观众啊，八卦真的有用啊，虽然不是我很想要的，但至少中了，是我们的阿托啊！你们在我的肉体里，各位观众啊，見ている，因为老爹这个英雄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什么，什么什么什么竞技场啊，英雄组啊，会用到阿托啊，各位观众啊，真的超准的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我们再来，哎呀，真的是准到爆炸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我们再一张，不要中，不要中身心卡。好，没问题，再来。这边也有阿修罗独角仙哦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给我一张阿修罗的阿修罗的独角仙啊，再来一张啊！哎呀呀，吹雪组就要一举成名了。来呀，
定玉兰。没有问题啊。来呀 ，SSR。哎呀，好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昨天有一个这个人哦，蜜老爹哦，说这个他的儿子哦，黄小弟小学二年级哦，这个很喜欢看老爹的影片哦，然后啊，这个他拿这个爸爸的这个手机哦，我看一下哦，他拿爸爸的手机出资了10000块啊。这个黄小弟啊，如果你看到的话，你千万啊不要再刷你爸爸的钱啊，你爸爸很难过啊。老爹这样子出资啊，是因为老爹自己有赚钱啊，刷卡要自己赚钱啊，你一定要自己存到很多的钱啊，所以你要认真念书啊，未来才可以像老爹一样这样子花钱啊。但是啊，老爹又不是刷我爸爸的钱啊，你如果想要刷卡，你一定要刷你自己的钱啊，有没有听到啊？你在刷你爸爸的钱，我就不给你看我的影片啊，有没有听到啊？黄小弟啊，认真念书啊，不准啊，不准刷你爸爸的信用卡，听到没有啊？老爹是刷自己的钱哦，你如果以后想要像老爹一样哦，那么你就认真念书哦，认真念书，听到没有啊？未来啊，你也可以跟老爹一样哦。好，再来，不要给我申请卡，不要。哎呀呀，我不要你要来，我不要你就要来，再来，不要给我申请卡，不要。哎呀，不要啊，你干嘛啊？我不要申请卡。好，没问题。再来，各位观众，给我一张，再给我一张 SSR， 给我一张阿修罗的阿修罗的罗，阿修罗的仙呐、啊，阿修罗独角仙。哎呀，没我在，果然还是不行的。谁呀、啊？又是你呀、啊，小兰啊，你不要再来了，小兰啊。我小姨子也叫小兰啊，你不要再来啦。好，再来。果然还是没有。不过老爹是个欧虫啊，我的欧虫嘞。あなたの意見が聞きたいな。我的欧虫可以到四星啊，还不错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再来。不要申请卡，好来，这次让我们直接一发入魂呐、啊，解心动，给我一张，哎呀呀，你得跟我们作对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规矩啊。好，装甲星星，再来，星星的英文怎么念啊？我想不起来啊。好，再来，不要给我申请卡，不要，没有问题。来，各位观众，给我一个阿修罗的独角仙啊，中啦！各位观众啊，这个八卦太有用了吧？我靠，你妈个东叮咚啊，真的有用啊！各位观众，请从老爹隆重介绍我们的阿修罗独角仙呐、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？好可爱啊！今天老爹的阿修罗独角仙总算来到六星啦，太感动了吧！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再来，不要中！不要中啊！好来，那我现在要什么啊，各位观众啊？阿修罗魔的，不对啊，还差13张啊，还差13张啊，还差13个碎片啊！再来一张啊，官方啊，让大家都看看你今天是正面工伤啊！哎呀呀，没关系啊，什么样的对手都不会软啊，完全没有关系哦。好，是我们的 Lion King 啊、哦，非常的不错，
没关系啊，没中就没中啊，来再来。哎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个八卦很有用啊，不要中。好，再来。你看啊，我今天中两张 SSR 啊，老爹从来没有这样过啊。来啊，再给我一张啊，正面的工伤啊。你想跟我们作对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好好可爱的星星啊，好可爱啊，没问题哦。再来，不要中。好，没问题。来啊，再来一次啊，官方啊，再来一次啊，再给我一张阿修罗的独角身啊。好，又是面对跟我们作对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规矩啊！你好多规矩啊，你啊，星星啊，你不想被赶尽杀绝的话，就要乖乖的听话。哎呀呀，好可爱的大象啊！哎呀呀，真可爱呢。再来，我们已经抽到一张了，老爹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了。够了，各位观众啊，真的是够了。如果再抽到一张，老爹也是觉得是多赚到的。来，来呀，解心咒，给我一张二修罗独角仙啊！该人的还是支援。哎呀呀，毛笔头啊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吗？我好想你啊，我非常的想你哦。你觉得我没察觉到你的杀气吗？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看看这个白色头发的 M 型图，非常的可爱哦。这个眼睛哦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哦。来，再来，不要中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刚刚好，今天准备的券刚刚好，最后一次十连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把它抽完了，没有就没有了，各位观众，没有关系哦。来，有人抽到水嫩嫩囚犯啊，我们笑他。哎呀呀，地球人是吧？我也是地球人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。我们都是地球人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抽的相当的满意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这个八卦真的是太有用了。